安心。请用茶。谢谢欢姐，麻烦你了。欢迎我。请问两位来有什么事吗？好一副女主人的口。南贤的家我不能来吗？如果你找南贤的话，他应该马上就回来了，麻烦稍等一下。温暖，你现在是不是有种错觉，觉得南贤可以跟你从头来过？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吧。我不觉得这是一种错觉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是让南贤痛苦的罪魁祸首？你以为南贤会忘记过去跟你从头开始？你以为曾经你对他的伤害可以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？你简直就是自欺欺人。的确，过去是我伤害了南贤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但是我想，这应该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不需要有别人来干涉。不应该由别人来管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你轻描淡写的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一笔勾销了。这么多年，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你，李先小潘总，詹总，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打扰了。南贤，有些事情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我先上去了。坐吧。你跟潘威宁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我跟他就是碰巧遇上的。他告诉我温暖在这儿，所以我就……就是因为这个。南贤，有些事情你是不是忘了？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温暖，可是感情的事情不是两个人的。叔叔的事情你忘了吗？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可是阿姨呢？她一直把叔叔的意外归咎到温暖身上。你至少也要为他想一想。依心，这是我的家事。
在干嘛？立新呢？走了呀？嗯。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事。我就在你身边呢，还画我干嘛呀？一直画，一直画，永远不会把你忘记。我们一直在彼此的心里边，谁都不会忘记彼此。这样一个人太孤独了，过来，把我把你也画进去，好不好？你会画吗？我当然会画了。嗯，谢谢。我哪里是长这样？有东西这么早啊？就想给你弄一杯好的咖啡嘛。这是谁家的姑娘这么贤惠啊？我把她抢过来。不好意思哦，她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名花有主？嗯。那个男人这么幸福啊？名花有主，锄头更无情，我要把她抢过来。你抢不过的，是吗？嗯，你看看，等我啊。嗯，哎，妈，南贤，我回来了。姐，我在洛阳道。洛阳的，你怎么跑那么远？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啊，不用了。我在南贤这里。战南贤，你跟他？我，姐。我跟南贤又在一起了，小暖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嗯，你知道吗？原来这七年南贤也都没有忘记我。你跟战南贤，你们俩之间。也许隔着的不只是这七年的时光呢，姐。
我都想清楚了，只要彼此相爱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好，既然你都决定了，那我就一定支持你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从今往后我都会陪着你，不论发生了任何事情，姐姐永远是你的依靠。谢谢姐，那我挂了。妈，您怎么回来也不让我接你啊？啊？没那个必要，你工作忙，这些事情交给助理去做就行了。这怎么办？心情不好？这次还顺利吗？回来可以待多久？嗯，看情况吧。本来我是没打算这么快回来的，如果我听到一些消息让我不得不赶紧回国，你又跟温暖在一起了。妈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还放不下吗？放下？我只要看到他我就想到你爸爸，害死的人是你爸爸，是我丈夫，你叫我怎么放下？但是妈，这个事情不能完全怪温暖，她也失去了。当年要不是因为她任性的闹分手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爸爸死了以后，我感觉我自己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一起死。靠着慧华，我拼了命，我拼了命的想让自己振作起来，我拼了命的想忘掉那些痛苦的回忆。南心，我的痛苦应该是最能够理解的，不是吗？你自己想想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是一心他陪了你七年。如果你现在跟温暖复合了，你对得起一心吗？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吗？你对得起我这些年流的眼泪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啊！一回家刚见你儿子就哭，这哭的我都心疼了。可算是回来了，本来说好去接你的，可是临时有个工作，我实在是走不开。没事的，你工作这么忙，现在还要照顾你爸爸，别累坏了。有时间的话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爸爸。谢谢阿姨关心，我爸爸现在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，南贤帮我找了一位抗癌的专家。等回国以后，就马上可以会诊。这一次，真的多亏南贤。要不是他，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我爸爸的事情，他没少费心。顺利就好，这都是南贤该做的。你的事情，他责无旁贷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家庭的事情，我隐瞒了不少。有些错误啊，可以被原谅。但是有一些错，永远不能原谅。妈，您刚回来也累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等时差倒过来，我找高峰、管弟，好好帮你接个风。你去忙你的吧。阿姨，我去送送南希。我跟温暖的事情，你跟我妈说了。你生气了？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瞒着阿姨。其实我也知道这个事情瞒不了一辈子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不希望我妈一回来就不开心。还有一些，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妈说，什么事情最好不要跟她说。你知道这些年她已经操了很多心了，她的身体不太好。南贤，你想啊，阿姨跟叔叔有多相爱，她突然之间就失去了叔叔，她的那种痛是常人无法感同身受的。这种痛也不会随着时间就慢慢消失。我希望你也能多理解理解他。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忙，找时间我会多陪阿姨的。谢谢。回来了。在看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看起来好累的样子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可能工作太累了吧。什么时候学会这个的？舒服吗？嗯。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那看来还有很多惊喜等着我感受啊。那是。在看什么呢？哎呀，
被你发现了，我本来想明天做甜点给你吃的。嗯。你发现了，你就自己选吧，你想吃什么？看一下，哎呀，我要吃这个。这个。后面还有一个，我刚刚看了，特别好吃。这个也想吃。这个会爆浆的，容易就可以。都做给我吃，好不好？那好，每天做，每天做，腻死你。 南琴，出事儿了！戴宗在英国对我们提出了诉讼，关于阿尔法的禁购案。哎呀，别在这儿晃来晃去的，来坐，坐下。哎呀，老高，我着急啊！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南琴，老大。 怎么办？刚刚接到传票，朱林路聘请了一整个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来告我们，现在就是要开战了。戴宗这回明摆着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，我们怎么办？但是戴宗既然敢起诉我们，那一定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。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，咱们先到英国再说吧。他们要梁剑，要告我们。 我们也只能见招拆招了，我们走。走。给温暖打电话呢。是啊。他应该还在睡觉吧？是，这么晚了，应该是睡觉了。要不你等到。 到英国再联系他。 南贤，温暖，公司有点事情，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不用担心我。 周总你好，我是千羽集团的代理律师。此次我受我代理人委托处理贵公司起诉千羽集团不正当竞争一案。周总，你应该知道，戴宗和千羽在业内是领先的两大集团。如果上庭，对两家公司的形象都不利。与其你死我活，不如坐下来谈谈。我的代理人可以向你保证，千羽集团绝对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。希望贵公司能够。 撤销起诉，双方进行私下和解。今天战总约我们过来，是想和解。
朱总，在开庭之前这么重要的文件，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吧。没事，给他们看。这是我的代理人最新提交的证明文件，想必各位应该很熟悉吧。这正是王教授与贵公司签订的部分续约。 曾经是埃尔法研发部技术骨干的王教授，竟然在代中竞购 Alpha 之前离职，离职之后，表面做着与研发毫无相关的教职工作，暗中却与钱宇签订了这样的合同。这个，事实上，钱宇与王教授的合作与 Alpha 的研发并不相关。 从法律上来说，并不违反竞业合同，自然也构不成不正当竞争。这只是你方的一面之词，法律是讲究证据的。我现在代表我的代理人回答你刚才的问题。我的代理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。祝家属平安顺利。 真是，你最好像真的在我面前发生一样。小暖，噩梦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乱七八糟的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吗？它就像真的一样，好吓人。小暖，你呢一定是最近太累了，负面情绪又太多，才会做噩梦的。不要害怕，要不然这样，姐姐今天在这陪着你睡，等睡醒了，就什么都好了，好吗？ 睡不着，姐，我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忘了你答应过姐姐什么？以后尽量不吃安眠药。好了，你要是睡不着，那我们俩聊聊天啊，聊聊小时候，聊聊现在，聊困了，你很快就能睡着了。好，那我先不走了，不走。 这一切都是战南贤的报复吗？就因为当年他爸爸的事情？南贤，陪你去喝两杯吧。 跟一心在英国的事儿也传出去了，要不要给温暖打个电话解释一下？就是这么样，他应该不会在意吧。
南贤，温暖，是我一心，是你。你找南贤有什么事吗？南贤的电话为什么在你这里？他人呢？他现在很忙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吧。你把电话给他，我有话亲口对他说。温暖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什么意思啊？7年前，你害得南贤一家那么惨，你说走就走，说回来就回来。你说你想弥补，可是你却总给南贤添麻烦。我要是他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敢做就要敢当。你帮朱玲璐陷害南贤那一刻起，你就别指望他会原谅你。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李先，快来吃点东西。哎，那谢谢谢谢。喝杯咖啡。嗯，谢谢。说清楚，你们的误会不就是分手那点事儿，不是解释清楚了吗？再说了，不管有什么误会，他也不能总是跟一心在一起吧？他这样做，置你于何地啊？他答应过我，永远不会跟我分开的，姐。他一定不会骗我的。小三说清楚，小奶，你不要再傻了。7年了，这商场尔虞我诈了，这南贤在这中间，他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你怎么能知道？你不要被他骗了，姐，你不要拦了。我在这里等他，等不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小暖，啊，你要去，可是他生你的气，你也找不到。我不可能在这里等他。周阿姨，朱阿姨，好久不见，都好吗？7年了，自从你跟南贤分手之后，我们再也没见过了。这几年，你过得好吗？之后我去英国待了几年，最近回来跟姐姐住在一起。从前那些事，你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。难怪你可以毫无芥蒂的重新跟南贤在一起，周阿姨。当初真的是我太不成熟了，不成熟？你何止是不成熟？从前那些事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我办不到。过去的事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忘不掉。
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痛苦的熬过来的吗？赵毅，我也不用跟你绕圈子了。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跟南贤在一起。周阿姨，当初真的是我太不成熟，但是我现在回来就是要好好弥补的。弥补？你怎么弥补？你的弥补能够让你们的父亲重新活过来吗？先在一起，是我们俩自己的事情，跟战叔叔，还有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没心没肺的话？当年要不是你任性的闹分手，你爸爸跟南贤的爸爸怎么会急匆匆的赶回来？又怎么会遇上那场空难？空难，什么空难呢？你们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死，你跟南贤还有什么可能在一起？任性的闹分手，你爸爸跟南贤的爸爸又怎么会急匆匆的赶回来？他们又怎么会搭上那班死亡飞机，遇上那场空难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瞒着我？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点紧张啊？感觉心里慌慌的。没事儿，咱们准备这么充分，南贤心理素质又这么好，
胜算很大的。走吧。嗯，好，走吧。阿珍，嗯，我先打个电话，然后你们先出发，我坐下一辆。行，好，快点。张南贤，小暖现在跟你联系过吗？怎么了？小暖她不见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玩失踪不是她的专长吗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7年前，小暖是生了很严重的病。可那个时候有林露在他身边，这次小暖只有一个人。我从别墅把他接回来，他状态一直都不对，整宿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他到底生了什么病？张南星，我告诉你，小暖这次要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喂，我到了，在出发口接我。好了。在哪儿？南贤，对不起，这句话我足足欠了你7年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。我不值得你的爱。7年前你就一声不响地走了，你现在还想丢下我一个人不管吗？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爱上你，除了星星，就是说不完的对不起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。你听话，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，我们俩见面说。扩中。
是你啊！他给我打电话了。他在哪儿啊？他人呢？他应该又离开这里了。我没有找到他。 温柔，你现在应该告诉我了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温暖会说他忘记了很多事情？你说他得了很严重的病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